再次收看《给你点上新灯》。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为您介绍在林口体育馆5月4号庆贺莲生活佛卢盛宴文集200本里程碑盛大的感恩宴。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当天精彩的表演。再一次的给印尼圆叶堂的仙女们掌声鼓励，他们所带来的表演《飞天仙子舞鹤》200本文集，哦，我们真的是太兴奋了。昨天呢，对不对？现场贵宾云集啊，圣尊呢也开示到啊，只要是护持真佛宗的，以后都选得上。哦，振奋！所以今天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贵宾来现场。对，我们刚刚呢，马上接到电话，已经受到了长官的注意了。这一位贵宾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前参谋总长郝柏村郝飞飞，热烈掌声欢迎！郝飞飞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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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啊！谢谢。谢谢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啊，我们全国的三军弟兄们以及农民弟兄们，大家好，我就是前行政院长兼参谋总长郝柏村，谢谢，谢谢，谢谢啊，我这个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能够在现场跟大家啊，聚在一起，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副官阿 Ken。大家好，我是副官阿 Ken。不好意思，你大概这个副官是在国外长大的，通常副官都是站在左边，很少站在右边的。你站在对面看过来，左右也稍微不一样嘛。你站在这边可以啊，这里。好，当然今天最主要，我来到现场。最主要的就是要表扬一位我们长期以来在军中表现非常优秀的一位卢盛宴弟兄，我们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哇，没有人敢这样子称呼哎，卢弟兄哦，哇，是真的在吹口哨哎，他是我们当年陆军测量学校相当优秀的一位学生啊，尤其是他这个平常测量就已经非常的忙碌了，半夜还在文章里面修法，这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大家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啊，他完全没有利用上班的时间，上班的时间上班，半夜才在修法，这件事情公私分明，我们要给他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谢谢。长官，是，也要跟你报告一下，我是总长，什么叫长官？总长，总务长，总不是总务长，我是总长，总长，总务长是管钱的，我是总长，总长，不好意思，报告总长，是。我昨天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梦耶。做梦啊？对，革命军人，你天天没事就睡觉做梦，什么意思？不，这个梦不一样啊。我做的这个梦里面还出现了两位伟人呢、啊。你一个做梦里面还能够梦到伟人？没有错，这个干兵已经出来了。对，这两位伟人想必一定是很伟大。没有错。不伟大的话应该没有干兵的，对，不过今天请到这两位相当不容易，对，真的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才请到他们，没有错，尤其是现在他们两位通常都集中在桃园大溪一带啊，都在那个地方通通集中在一起管理，我们欢迎我们了不起的新中共同蒋公以及我们的蒋经国金国先生，欢迎他们两位。小心队长，亲爱的俘虏
兄弟姊妹们，你们大家好，大家好，总统好，谢谢大家，谢。全国居民同胞们，亲爱的师兄师姐们，大家好，蒋公好。平常我们是同乡，今天特别下来，我们疏动疏动筋骨啊。哎，爸爸，不但今天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是腾云驾雾过来的。对呀，我还以为我在搭飞机过来的。今天非常荣幸哦，参加我们卢胜燕同学的感恩宴看到这么多师兄师姐们，就是这样充满了活力，我感觉到我们的佛教界是充满了希望。爸爸说的真是非常的好啊，但是大家的掌声好像不是很大啊。很多读书读到要考大学的时候，有些是调皮捣蛋的嘛，是吧，不中。有一些家里的环境不太好的要读普通的文大学，可能家庭供应不起，所以说军校替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的管道。当然了，没有错，食衣住行都免费，食衣住行全部都包着，管吃管住，还管送钞票，还有零用金。那个时候零用金，我记得是我在当总司令的时候啊，三军官校的同学大概是350块到500块吧，对不对？好像是这个钱，300块钱。后来我给他们加薪了，加到550块。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有能力去读大学的，就到军校里面来。卢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不错，讲的很有道理。我觉得老板，我们应该给他颁个奖才对。哎，等一下。他在文章里面有提到我吗？有没有？爸爸当然有提到你啦。要是没有提到你，那就会变成禁书了。这就是完全是三民主义，我呈现出来成果。我要告诉爸爸，他很了不起，不但有提到你，引用了你的话，而且非常知道礼貌，很有分寸，只要是引用到蒋公两个字，都会在上面空一个，空太多了会找不到你。伯承啊，你来介绍一下我们卢同学有哪些优异的表现。这个当然他很多优异的表现一些其他的表现我想由我们的副官来报告一下。你比较了解，是吧？你昨天已经看完这个所有师尊的故事了，你可以再讲一遍。不是，我这个小咖由我来报告。你来报告，你讲，你比较了解，对，你讲。好，那我就来讲几个好了。不是，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卢弟兄呢，他的优点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听到一些消息，看到一些故事，我觉得怪怪的。怎么说？我有质疑。我想提出来跟大家研究讨论一下。比如说当初他当过副采买官。副采买？对，副采买就是买菜的。买菜的。叫他去买早餐的时候呢，他去买了，一买就老板看他买很多，老板很开心，就说：哎呀，我请你一杯豆浆喝。是，打死他都不喝。不喝就是不喝。那我知道了，豆浆太甜了不能喝，对不对？完全太不像了。对啊，这不给不给老板面子了。对啊，不，这不是不像话，这代表他非常的守规矩，一点小小的这个好处他都不贪的，不过这样非常的公正，那我就颁个大中至尊的牌子给他。你那个大中至尊早就已经撤掉了。我就是因为拆下来我就要颁给他。哎呦，
第一条就是他非常的公正。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啊，我另外还有第二个疑问啊。嗯，就是他在军中呢，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是，诗歌也写得非常好。嗯，很多人喜欢他，很受大家的欢迎。嗯，连福利社的小姐都爱上他了。哦，哦福利社的小姐是不是就坐在下面那一位小姐吗？啊，哎，哎呦，是。不是那位是吗？有点像啊，不是是吗？奇怪了，但是我就想要讲啊，是，在他在站岗的时候，嗯啊，这个福利社小姐呢，还偷偷跑过去，嗯，偷偷亲了他一下，那什么偷偷？偷偷亲了一下，嗯，他居然还不理人家，啊，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这太不像话，这个样子，太不像话，太不给这个小姐面子了嘛，啊，不解风情，是不是？是吧？啊。这个算是不解风情吗？不是不解风情，哎，从那个时候，嗯，就看出来，哦，他这一生一定是立地成佛的，哎，啊，不过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哦，这表示我们黄埔军校训练得好，是啊，碰到任何的状况，站卫兵，啊，天塌下来，动也不动。哦，在啊，在，嗯，所以这个就叫做如如不动，是吧？第二点就是如如不动，好，继续往下走。还有没有其他的？当兵的时候不迟到，不早退，然后也不请假，连退伍的最后一天，他都还在上班，这不太完美了？这太奇怪了嘛！他结婚的时候呢，为了要响应政府这个节约的号召，嗯，他居然没有发喜帖，没有发喜帖，而且人家去，他只准备了这个茶水，还有糖给人家吃而已，这样就算了。我跟你讲，婚礼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啊，我晓得啊。永浴爱河，应该的，要不然也写个间谍情深，也都不是啊。这四个字是婉谢贺仪，不成了，怪的，我不相信这个时代，我有连礼金他都不要收的呀。就是嘛，礼金不收，这就叫清廉哦，清廉，这就叫清清白白，嗯，是不是？那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了，爸爸？啊，我看也不要叫他们再讲了，哦，讲的。到时候我们卢同学都不好意思了，哎，我的意思啊，爸爸，嗯，要是这个社会上像我们卢同学这样的人多一点，我想好多的心愿我们都能完成了。哎，听到这里我好难过啊！要是在当初大陆的时候有像卢胜彦这么多的军官的话，我的大陆也不会丢了。最主要的你忘了讲一句，当时如果有传这个金刚盾法的话，那才不会丢呢，好不好？对，厉害是在这里。所以说我要跟大家报告，是在我那个时代，我最信得过的就是我的参谋总长郝柏村。那没有错，哎，我那个时候也曾经当过小金门的师长。说了那么的多，嗯，不过就是一句话，嗯，人生如梦，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是一场梦境。没有错，今天你们两个其实也不是铜像，也不是什么，你们两个是梦，晓得吗？要不然我们放干冰干什么？这就是梦。报告总长，副总长，不好意思啊，嗯，不，讲来讲去，这是我的梦，哎，这是你的梦。对啊，我还以为是我的梦哎。对啊，这我的梦。等一下，那我的梦呢？是不是两位伟人是不是要告诉我点什么事情啊？不然一直。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尤其这个年轻的帅哥，你还非常的年轻，是啊，未来的道路还非常的遥远，非常的长。嗯，我觉得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卢同学、卢弟兄，他所有的著作，好像我记得中好像是203本嘛，是不是？203本的著作，通通都是引导我们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去修行的，啊。所以我跟我的爸爸，虽然是同乡了，晚上还是拿起来好好的读一读，好好的检讨检讨。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多说了。我现在就用我超强的几句话来勉励大家吧。爸爸爸爸，我们还有一本书还没有推荐呢。还有啊，就是《征服梦中梦》。掌声鼓励。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人生如梦。这个身体啊都是个屁，有一天都会没有的，就是黄粱一梦，是不是？哭口号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歌。
阿弥陀佛万岁，真佛阿弥陀佛万岁，万岁万岁谢谢两位蒋公，谢谢。哇，我们好厉害啊！关洛英也可以把他们请来，对啊，真是太好了。不过同门欣赏的时候是蛮庄严的，有的都还在念往生咒，还在念往生咒啊，结缘呐，我最教的好啊。好，我们呢今天呢、每一位呢嘉宾呢，他们其实跟师尊莲生活佛的著作呢都有相当的关系。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位呢，他是鼎鼎大名的歌星哦，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拜读过师尊的书哦，而且那时候还搞不太清楚的时候已经开始修法了。这一位是不是也是雅琪师姐的下线？下线，哎，算是我的业绩吗？我算你的下线，你是真佛中的蓝钻啊！他是自己当蓝钻，好不好？哇，他自己看书，他就自己开始修法，他没有问任何人，有智慧。我在广播节目的时候访问他，才知道说，哇，原来咱们是同门呐、啊！哇，好亲近，我们就掌声来欢迎施文斌。海内外的朋友啊！这个大家都有听过师尊唱这个，平常啊，我们师尊啊，是在很多的谢师宴的场合呢，师尊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你知道是什么歌吗？伤心酒店吗？原来你知道。不过你先让我们大家知道一下，刚刚我讲的那个有没有说错？你是怎么样来皈依师尊的？其实是照着师尊书上讲的，那个时候师尊在西雅图。面就是在家自己家里面的阳台，然后面朝西方，嗯，对，那个时候是施文斌还没有出道，这样。那不瞒大家说，当时修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到师尊在彰化，就是在彰化那边的那个一个这个寺，那边我去的时候，我去请师尊的像回家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寺呢还是没有贴任何的瓷砖。还在盖，对，那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大概有17、20年，20年有。哇，你有这么老了吗？看不出来、那个时候我是小朋友。你是小朋友？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哦，所以你真的是很早的弟子哎。对，但是其实不瞒大家说，这个我家母呢，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当他知道我自己他的儿子修密的时候。这个妈妈其实是蛮责备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也看过师尊写过很多的作品，上面讲其实这个所有的法门有84000哦，那这个自己觉得要信什么就信什么，所以这个在家里面呢，我是告诉我妈妈这个，你也是这个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对，对，可是呢。晚上在家里头偷偷的修的，哎，听说是黄财神法，是不是？是，我是修黄财神，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当时有一位修释迦牟尼的一个台中的朋友，那在一个很意外的情况之下，帮我开了天眼。哦。然后有一段时间在出道前，有一段时间曾经这个跟一位算命的老师，然后我这位朋友跟我们三个人。算命老师呢，就等于是医生的门诊一样哦。比如说哪个人有问题，他看先看他的四柱，看他的八字，对对，看可能是哪里有问题。那我就担任 X 光的工作啊，我就是来扫描。哦，真的？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另外我那个朋友呢，他就是他会施法，所以由他来去解决问题，这样。那后来是我自己在自修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我在很多人面前唱歌，那后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在从事我最喜欢的音乐？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进入了这个行业，这样。哦，我开始在民歌餐厅唱歌，这样。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你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原来施文斌他有这么样的一个过去。是是是。那现在呢？你愿意继续修法吗？当然愿意啊，在自己这个进入这个行业十几年的过程当中，起起伏伏。那曾经在自己非常非常状况不好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师尊的分身，有的时候会到我的窗前来看我，这样，对。
现在呢？你现在是？我现在大公司的老板了，对不对？对啊，你现在是一个小公司。他现在呢，一直的努力向上，而且他在看到师尊的时候，他有告诉师尊说，他曾经是师尊的弟子，然后呢，还是继续的追随着师尊，所以呢，施文斌今天才会这么样慎重的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再一次谢谢。谢谢。为了感恩师尊呢，他当然今天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你要知道啊，我们其实都很喜欢你的歌，是，谢谢。但是刚刚你讲的那个《伤心酒店》，好，假如等一下唱的我们大家很感动的话，可不可以再多唱一些啊？我们师尊还很喜欢的歌，而且我们师母也很喜欢的，好，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一个特色，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这种写文章诗人型的、是，他们对于雨啊，很有感觉哦，有。所以等一下，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多一点歌曲？好，然后跟雨有关系，好，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掌声的来欣赏这个原唱人《伤心酒店》，这个原唱人施文斌也是我们的真佛弟子，现在呈现他美妙的歌声来感恩圣尊。谢谢大家，《伤心酒店》。
师尊，还有这个应该叫师夫人吧，啊，师母，师母，好，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那今天呢来之前就是已经制作单位告知，就是一定要带来一首跟鱼有关的歌，接下来带来一首台语早期的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跟鱼有关系，叫做《休息后》，希望大家喜欢。Thank you.